故事了，有各种的故事，跟着 GK 爸爸一起听故事，快来听故事了，有各种的故事，跟着 GK 爸爸一起听故事，好听的故事，有趣的故事，这属于我们快乐时光。Hello Hello， 欢迎收听 GK 爸爸原创故事绘本，我是 GK 爸爸。大家有听之前 GK 爸爸讲的盲狗狗的故事吗？现在呢，他们推出了第二季哦，盲狗狗第二季的绘本哦。那这一次呢，也是针对台湾孩子量身打造，适合台湾生活情境、饮食习惯的情节还有场景哦，用我们台湾在地的食物，还有充满想象的趣味的情节呢，带领小朋友们了解食物的原型、原本的样子，还有制作的过程，激发好奇心，会更愿意主动亲近更多食物哦。那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，就是盲狗狗第二季的其中一个绘本哦，叫做哇爱玉的神奇变身秘密。那在故事的最后呢，我会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这首歌呢是由盲狗狗团队所制作的，叫做柠檬爱玉，我也会跟 QQ 猪一起唱给大家听哦。好哦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准备听故事咯，故事开始。盲狗狗，哇，爱玉的神奇变身秘密。这一天，盲狗狗觉得今天好热哦，他走到厨房呢，想要看看冰箱里面呢，有没有凉凉的点心可以吃哦。诶，但这时候呢，盲狗狗发现桌上有一团长着刺的东西耶。哇，长得好像刺猬哦。盲狗狗伸手想要去摸看看。你弄错了，我不是刺猬，我是爱玉。长着刺的一团东西突然开口说话了，盲狗狗好惊讶。咦，可是我吃过的爱玉像果冻一样软软滑滑的，跟你长得不一样啊。嘿嘿，因为啊，爱玉需要被洗一洗，洗完了之后呢，才会变成软软滑滑的样子啊。这时候盲狗狗很惊讶地说，咦，爱玉要用洗的吗？那我来洗洗看好了。盲狗狗呢，拿起了爱玉哦，蹦蹦跳跳的就跑到了洗衣机旁边。爸爸说，把要洗的东西呢放进洗衣机里面，很快就会洗好了。哎，不对 ，no， 哎，不对，哎 ，no， 不可以用洗衣机洗啦！哎呦，爱玉赶快阻止盲狗狗。咦？不可以吗？那我用菜瓜布洗好了。盲狗狗拿出了菜瓜布，慢慢的靠近爱玉。不对不对啦，哎呦！爱玉呢再次阻止盲狗狗，不可以用菜瓜布洗啦，这个也不行啦 ，no。咦，那我要怎么洗呀、啊？你才会变成平常放在碗里的样子呢？我身上看起来细细尖尖的刺呢，就是爱玉的种子哦。你要先轻轻的把种子剥下来，放到纱布里面绑好。最后呢，把纱布袋呢放进水里，用手搓一搓，洗一洗，搓一搓，洗一洗。盲狗狗呢，就照着爱玉的说明呢，一步步的进行。盲狗狗用手搓一搓爱玉，这样会不会太用力呀、啊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力道可以吗？好痒，好痒，可以，可以，好痒啊！爱玉被盲狗狗包在纱布袋里面，搓来搓去的，觉得好痒哦，他忍不住笑个不停。好痒，好痒，好痒啊！
当盲狗狗呢搓揉了一阵子之后呢，水开始变得稠稠的，盲狗狗也觉得手黏黏的哦。现在呢，让我在凉凉的冰箱里面睡30分钟，我就会变成软软滑滑的爱玉咯。爱玉呢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。盲狗狗呢把装着爱玉的锅子呢放进了冰箱里面了。好，放进去。OK， 这样可以吧？过了30分钟呢，盲狗狗准备叫爱玉起床咯。起床，起床，爱玉，爱玉，你变成软软滑滑的样子了吗？盲狗狗很兴奋地打开了冰箱。我睡醒了。爱玉呢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哦。久等了，久等了，冰凉又软滑的爱玉完成喽。爱玉呢突然咻的一下跳到了碗弓杯子小碟子里面，变成了好几个。但是呢在吃之前呢，爱玉话还没说完呢，盲狗狗就迫不及待的要用汤匙挖了一口送进嘴巴。怎么没有味道啊？爱玉不是甜甜的吗？我还没说完话啦。碗里的爱玉呢赶快补充，你要加上了蜂蜜才会甜甜的啦，还要挤一点柠檬汁才会酸酸的，有甜的也有酸的，才会清爽又好吃哦。原来还要加一点蜂蜜跟柠檬啊。盲狗狗照着爱玉的画作，爱玉呢果然变得很好吃咯。嘿这样，嘿这样子，嘿加加加，嘿加柠檬加酸酸，加柠檬加蜂蜜，加柠檬加蜂蜜。这时候呢，杯子里的爱玉呢对盲狗狗说，我不但想要变得好吃，我还要变得很漂亮哦。那我该怎么做呢？你可以用五颜六色的装饰打扮我哦。于是呢，盲狗狗帮杯子里的爱玉加上了奇异果、葡萄、火龙果，将它打扮得好漂亮哦。这时候爱玉说，嘿嘿，耶耶，谢谢，我变得好漂亮哦，现在可以开动咯。盲狗狗尝了一口冰冰又凉凉的爱玉，觉得好开心哦。他忍不住呢跟爱玉们一起跳着活泼的爱玉舞，唱着快乐的爱玉歌哦。嘿嘿，一起来吃柠檬爱玉咯，一起唱歌跳舞吃爱玉，耶耶耶耶耶。热哦，要吃什么？想吃冰冰凉凉咕噜咕噜，在冰箱里找到属于台湾的爱玉。你是谁？我是爱玉原本的样子，纱布袋剥开一层一层爱玉籽，放进冰箱冷藏，我们一起睡午觉。 Hello Hello， 聪明的爱玉啊呀，忘了放柠檬，还要柠檬爱玉，柠檬爱玉，搓一搓再洗一洗，水变黏黏的细细，清凉 QQQ， 放进冰箱就可以。柠檬爱玉，柠檬爱玉，切一切淋上蜂蜜，这是夏天最棒的点心，好吃 QQQ， 加上水果更无敌。要吃什么？想吃冰冰凉凉咕噜咕噜，在冰箱里找到属于台湾的爱玉。你是谁？我是爱玉原本的样子，纱布袋剥开一层一层爱玉籽，放进冰箱冷藏，我们一起
起睡午觉。Hello Hello， 聪明的阿鱼阿呀阿鱼阿呀，放柠檬还要加上甜甜的蜂蜜。柠檬阿鱼，柠檬阿鱼，搓一搓再洗一洗，水便便便的洗洗，清凉 QQQ， 放进冰箱就可以。柠檬阿姨，柠檬阿姨，切一切淋上蜂蜜，这是夏天最棒的点心，好吃 QQQ， 加上水果更无敌。搓一搓再洗一洗，随便黏黏的洗洗，清凉 QQQ， 放进冰箱就可以。柠檬阿姨，柠檬阿姨，切一切淋上蜂蜜，这是夏天最棒的点心，好吃 QQQ， 加上水果更无敌。QQQ QQ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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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Q